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にちは。白上衣迷你裙，这只新来的变种鸵鸟一靠近，立刻引来正版鸵鸟围观。只见这只想伸长脖子一探究竟，却越看越迷茫。Wait a minute, who are you？ 弯腰屈膝，把头缩进上衣，伸长右手妙变鸵鸟。这段影片在日本网络爆红，短短四天飙破千万观看。想不到这位奇女子真实身份竟然是偶像女团成员。搭配甜美笑容，清纯外形跟鸵鸟完全沾不上边。2020年出道的秦吹佑在团体里负责编舞，平时也常在社群上 po 文互动。这次突如其来的鸵鸟影片，让他晋升团体搞笑担当，一系爆红。公司则看准时机，表示关注秦吹账号就有机会合影。他本人也超配合，答应粉丝要用鸵鸟姿势合照，也是 OK 的。纯欲系女偶像歪楼变鸵鸟，重点是像到连本尊也鸵鸟问号，恐怕秦吹自己也没有想到偶像演艺路竟然如此伸展开。Hey, what happened? 三立新闻刘觉瑜报道。